真的是啊，小泡加娜美，嗨。哎，为什么赵信打一级学艺的？一家公诉。哦。哎呦，这个大嘴好大啊！但是骚哥，你会发现你捅到狼的时候就没有蓝了。哦，要不要又蓝开了？啊，我蓝开了。你打谁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打完蓝以后，你会发现你一滴蓝都没有的。哦，那没事的，那有蓝 buff 就有蓝的呀。我觉得做蓝盾好一点，娜美还是很痛的。关这么，哎呀，主要现在不能出血了，很烦。嗯，捅完蓝 buff， 你会发现一点蓝都没有了。我操，能出圣魔之盾就好了。这么缺蓝的？不是，你看你现在多少点蓝？你一个 E 要多少蓝？那我就直接那个，我拿完红直接去蓝了。那你捅完好了。好，那你有本事出。对，我不管，我今天就第一件就真的做这个，就真的做帽子。妈的！你做帽子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哪个吃 AP， 没有谁 AP 的。我觉得选盖伦、赵信、蛮王、中英和纯，对的，不行了，我一定要做帽子。妈的，玩个 AP 蛮子嘛 ？AP 盖伦多强哦 ！AP 盖伦有什么吃 AP 啊？一吃 AP 吗？还大招？不吃的，没有吃的，没有一个吃的，全部不吃。大招是啊，就是他大招是固定百分比伤害，对，固定伤害加百分比伤害，就是没有一个加成的。哇，我要走了。哇，这么不伤的吗？对啊，三下回血、啊。赵信主什么？主 W 啊，主意，主意，主意主 W 都行。主抓人好，主 W 抓人厉害，一刷的快。你打的快啊，一加攻速啊。但是那个，我觉得暴击流的主 W， 我觉得暴击流要主 Q 的。暴击流要主 Q 的，溜了，哎，但我他妈的，哎呀，狼人在后面，我在后面，我不要，不是带，你可以游一下他，往那个方向跑，我怎么办啊？我治疗都加不到你的那个位置。等一下，我把一瓶药打出来了，让娜美换血，不让他换血，我先打完这个野，因为这个蟹马上推过来两级的，还可以上去跟别人换血的。我三级了，我可以来，你看勾引。对面打野是谁？哎，别跟他换血。他有没有眼啊？这边他有没有眼？没有眼什么眼呀？一级的跟二级的换血。我怎么直接出来了？你以为呢？你以为呢？这个人我心加干。以为我他妈，我就 Q 一下一家溜了，管你。我真觉得玩赵信好爽啊，这捅人的感觉，我操，就感觉像捅菊花一样。哎，骚哥，要不再上来一波？来，我打完这个野怪又上来。可以。狼人在中。哎呀，我中路帮你跑，中路帮你。好的。可以杀这人，可以杀这人。哇，骚啊，菊哥哥！一打二反杀一个，还逼这个。哎，我鼠标。我们来了，可以杀。哦，好。我不会成，我先不会成。他应该没有眼的吧？他应该没有眼，没有眼。他刚出出来。哎呦！他这波应该是要推线了，他以为你会成了。这波赖我吗，杨卓君？这波赖我吗？这波赖鼠标，我鼠标拉不回来了。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可以。哎，他控线这个人，我这么骚的吗？这个人，我这出来干啥了？哇，这波鼠标拉不回来。怎么还鸡打下来？我来了，王者。哎，舒服！那没贪，我操！舒服的没边。没有机会，你回吧，回来再 TP 过来。哎呦，这个！哎呦，哎，狼人！哎呦呦，回了一波，又强大了啊！这一波，哎，你以为呢？可以，上路没有助攻，多帅哦！这波游戏可以宣告结束了。对不起，熊彪，我们还是想的太骚了点，想的太骚了一点啊！骚哥不骚怎么办呢？不是，没想到那个 B 站控线，我操！骚哥不骚吗？这个游戏没法玩了呀，就有点尴尬了。哇，娜美是主什么的呀？不呸，杜鲁是主什么的呀？你跟嘴嘴打的话主意 吧，跟什么打都主意。没有啊，跟一些凶的女警之类可以主 Q 啊。
就 Q 的伤害没有技高的呀。你要打伤害，一技能也伤害也高。就看你可以在 ADC 补刀的时候上去凶人。我们那个还在上路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是吧？我靠，我白带了个天赋。我可以来反蹲，我妈哎呀，我操，你妈真的疼。哎呦，真的。我妈不要打过，打过你，我就不打。也是的呀，大嘴露露的。我觉得你可以上去跟他撸。哎，这个杰刀都不补了，怎么办？但是我真不太好出来。哎呀，妈了个的，我难受的。不是你以为呢？你以为呢，朋友？你以为呢，朋友？搞得我像一个人一样。我他妈保护德玛西亚的，你他妈的跟我们两个、啊？我们德玛西亚两兄弟。就是呀、啊，只有皇子搞得过我们。你以为呢？上路情况不对，直接溜了。对对，溜的超快了。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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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波操作好鸡巴丑！哎，这波操作好鸡巴丑！他妈手残了，把自己大招给点掉了。这波线信爸爸帮我推哦，不用了，你跟狼狗先搞着。你要不帮我把这波线推进去吧，我让杰多亏一点。但杰我感觉他现在说不定已经上线了。没有，他跟我一块死，我刚复活。不是全员帝王，主要这波我刚好我这波去趟下，下路你等我们，不等我。他打不过啊！哇，骚哥这波线冲出来。我没办法，狼人帮我。哎，行行行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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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死！完了呀，这杰哥别上！别！爸爸爸爸爸爸，求求你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上！六个人头好不好？还有一吗？还有一吗？吃了过经验，没经验。别下来了，别下来了。还好有两个中亚。没下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！这个劫我拿我拿个红正好六级，我想来中路。好，锤他，他没有闪的应该。没有眼吗？我操，这个逼还不做眼，过分。哎，出来了，哎，他走了。他毙了，不是他毙了，他走了溜了，可能上出去搞事情了。哎，我没有钱，我这一刀正好差他妈的四十块，我很气。等一会儿了嘛，等一会儿了嘛，等一会儿了嘛，我四十块我补的那个刀，我还得等一会儿的呀。哎，我来中路呀。嗯，非得要我等。你骚。骚。这杰怎么这么怂啊？他怎么一点杰的脾气都没有的？不不不，打不过杰，打不过卡特的。是没有办法有什么脾气。机会感觉，我觉得去打蓝了。我要上砍砍克烈，好、哦，他 Q 交了已经 ，Q 他，这人玩什么啊？这他干嘛、啊？你以为呢，兄弟二？我操！我可以扛他，这么骚的吗，朋友、哦？你以为呢，兄弟？等一下，我打招呼、哎、来了，我来了。他不敢，他不敢，他不敢，我在，我在。我操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大招啊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哇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伤害不够了。我又被这个男孩了，我操妈的！莽夫居然上了！我操，真上了！我操，我没想到。哎呦我操！先进去了。这姐干嘛？他要来找我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以上看，跟他打开。锤他一波，我等着你。哎呦，你这个大招早教啊！我没到六啊，兄弟！啊，你没到六吗？我刚到六啊，我到了超级宝典的大招，兄弟！吓死我了！你要是，哎，要是宝典教，我直接往前走了，我不往后退了。没看，没看，我他妈刚到六级吗？我操！我靠！哎，还好到六了，我还好到六了，攻速不够，攻速快了，有闪现，应该在，估计看不到了。没问题，不在阿荒了。还行，不亏。溜了溜了。嗯，这个人去哪里了？哎，这个人直接走这边回去了，应该是。还不电刀了？
稍微有点亏。一哎，那个影魔刀真鸡巴烦。主要是那个克烈他有个鸡，他没有鸡他就死。就正常上单一层。哇，下路怎么就被这样子玩了？没有，我们杀了他们一层。哇，上红掉，我没有蓝。盖伦，感觉打的盖伦啊啊他。打不死。帮抢，帮抢。哦，给盾。哎，可以，走了。哎，哥、哎、哥、哎、你别扛了，哥哥你这个扛塔一点道理都没有。哎呦，就换两个。我其实应该闪现的，我直接 Q 了，直接闪现。杰快到了，哎，我在。上。哇，蓝了。哇，什么伤害啊 ？What the fuck！ 我就做了一个一键冲击。What the fuck！ 我马上200W， 那个人怎么一瞬间就融化掉了？好帅哦，这个小哥。这个杰是真是儿童。对不起，我就哎，我电脑还没做成，我就做了这个装备。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有点夸张呀。我不知道，我第一次玩撞心。这个血条一下子就没有了，一下子就变了。这个人就我打了两个标在他身上。我觉得他伤害，我的伤害不是赵信打的，是阿特打的。对，我正好就是过去戳了一下没了。我打了两个标，抽了一个科技枪。不是的，都是骚哥伤害高。不是，我就感觉很奇怪。哎，这个 B 直接就走了，这么灵性的吗？现在顶一个狼狗，算了，我感觉不是很好跟他搞。哇，我以前一直被这个狼人搞，我感觉现在赵信完全不去狼人。赵信其实单叫谁都不输的，对，我也觉得。回补。就跟我这个德玛西亚一样。哎，我们你为什么做这个？做 AG 啊，强了。我这是，哎呦，真的强，真的强！游击啊，王彪。不是上次也见过一个 AP 的，虽然说什么技能都不是伤害。AP 伤害，但是那个人好像伤害也挺高的，我就想试一下。猜上你可以你想看直播效果吗？来吧，快来！等下我拿完红再来一下。牛皮啊，王彪！这个你能不能买个针眼插在三角草的？我买了两只了，已经被他排了两只了嘛。好的，这个。哎呦，给我笑死了！哎呦，我操！打不过，爸爸，有话好说。哦，哎，完了，可以打，能直接上去打吗？哎呦，我不能直接上去打。哎，克里有可能要是中了直接打，我没有，他那个真有。哎，狼狗没大了，这个 B 空了个大，很尴尬他现在。克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跟着这个狼狗，你要打野是吧？我就跟着你，可以，我就是谁好吧？哎呦。哎，谁的？杰没大。哎，上不掉。一个 Q， 没了。哎，好像克脸收不掉，克脸。哇，六个连血。我得，没跟。小心克脸。我说这个狼人怎么会突然跟我打？原来杰也来了。杰肯定在啊。哦。下路可以啊，下路突然。这赵信这屌英雄真有点意思。我们可以把蓝 buff 偷了。我算了。你要吗？你拿了吧，我不缺蓝。你看这个，我们家有，仔细看一下我们家装备版，我觉得有些不对。我们追一下。亮点在哪里？在我们庄身上吗？哇，这个有点暴躁啊，王彪！就打不了。我想闪现挡他的，没挡住。我在身后，你们可以继续装一装。我装了，不装了，不装了吗？结过来了。杰在中路啊，讲道理。杰想过来了，我们再留他要过来了。聊两秒，你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往这边走。哦、你以为呢，朋友？别杀吧。你以为呢？闪现、没有用的。你以为呢，小伙子？喂，还有小年一路。多捞我这些人！
谢谢骚哥。还闪现，小伙子。其实我出这个装备真的是一点伤害。我见过一盖伦的威力吧？不是。走吧走吧，人多人多。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我来了。别打了我。你跳吗？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我跟不上了。对，我跟不上来了，我屏幕已经移不动了。还行吧，不算太丑陋。为什么会有赵信这种屌英雄呢？是的，我来不及了，就是有点跟不上了，不太常打卡特就会这样。老中医其实打的时候也会，但是他已经后面就是已经自己打炮人了。我电脑做出来了，我想过。没有，他经常也会就是人在屏幕的顶上。那个下路大哥，我是刚刚这边有一个标漏了，我去上吗？对，中路塔还没有推掉，我想推中路。问题不大，效果打出来了。哎呀，这队友，多帅哦！多帅哦！哎呦，有没有地方给我杀杀人呐、啊？我现在找不到人杀，杀这个杰啊！杀这个杰啊！杰不值钱了，主要哦，还值钱，还值钱的杰刚才，哇，这个杰，恐怖的一逼！我直接去他，哎，这上来了，来。三个人，我不需要我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啊，宋哥？帅的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一步。没事，上塔没了就行。嗯？哎呀 ，What the fuck？ 我可以扛打徐哥哥，这波他没 W。他没 W 杀他，有金身吗？哎，多扛一下塔，没有金身。哎，他这个底磨刀好鸡巴难受。来来，我们不要加攻速。这狼狗要上，打打打，我来打。哎呀，送我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们要打，打打打。再见，王彪。哎，哇，这可操作！哎，跑了。他为什么不能追我啊？为什么呀？赶紧溜开。再见。都死了。对不起，跑了个最没用的。你们这个皮了点呀！我当时本来想走的，但是想我 AD 起来的时候，这没人居然这样上了，贼恐怖。来跟我一块守一守。我打到这波他们杀不掉我。贼哎，我们你个人做这个装备没用的。有用的，肯定有用。胖娘在发育啊，当心一点。胖娘发育不差的。你这个装备，哎不行，我要去上路。你要做巫妖的，目标。你不做巫妖没有用的。你这帽子有什么用啊，目标？帽子我操，那个叫什么 ？AP 贼高，贼帅。以前打过就可以，真的。如果没有人帮，皮的有。哎，对不起，宝宝。你以为呢？溜了。哎，你以为呢？没伤害，拿红吗？哎！啊，王彪，对不起，保不住你了。多帅哦！有盾吗？有盾吗？没有盾了。帅的。嗯，算了，感觉差胖了什么呀？点多少血滴啊？啊，40秒一个。
我们这个大龙帅的半管血直接攒了。哎，身体难受。哎，闪现，我没有 E 的，我没有 W 用。哎，没用了。走吧，走下吧，走下吧。这么疼吗？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哎呦！我退追吗？哇，我打不过小炮。A 下轮嘛 ，A 下人 ，A 下人，哎呀，哎呀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坐船，坐船，帽子坐船，帽子坐船，一个一个，帅的，帅的，帅帅，我操，哎，我感觉我们就少一个人在打，真的，消停啊，我只能说。So toxic 小兵 W 然后直接甩 Q 来品尝一下攻速吧，还好吧，也就二点五。我们怎么杠都打出来了？不是，我本来还想打字的话，现在算了吧。那傻逼，我过我打完我结束截下来。不行，我接下来就做肉了，朋友们不要怕。就是加入的时候，有眼。嗯，看到了。哦，知道，就是这样的。是这样，所以一定要躲狼人一个打。无敌电脑躲狼。哎呀。我想让你打他。上哥被抓了，你打不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杀这个人，杀这个人，杀这个人。这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你以为呢？哪个没大的？哇，杀哥，爆娘起来喽！不是你刚刚这个打我啊？我在跟着 ADC 啊 ，ADC 一点危险都没有。那小炮在那边打我。不，主要是你进草了，你死的那一瞬间，我视野消失了，我不知道。我死了之后当然不用你了。我死了之后当然视野消失了。后面这个有点清奇，我他妈竟找不出话来反驳，真的。这个结。走慢了。哎呀，这个跑动。好多是真的快，给这个小炮带没了，就该了。小炮伤害特别高，真的。小炮就带，就带我们这个。哎，刚想办法打一波团，现在还有点伤害，待会儿伤害。大龙，大龙吧，大龙吧，那个两个人在下路。打。大龙，那你来啊！我操，导演，上帽子。我导演 CD 啊！我操。结束了，就是这把。而且我上，我操！结束久了我也没见过。我主要是你真的要提节奏的话，先出炉。不要，我就是不要提节奏。无字天书啊！你就是个鸡了呀！我吃饭了，我帽子已经有了。我系数没有继续。终于打团了，终于打团了，我们来吧，来了。嗯，哇，这人，哎，中路可以直接开，他们上路。你们开，我不可能第一时间上路。给我加速，给我加速。
哇，等下够不到你，够不到你，够不到你。好。你别加卡特啊，卡特没法开团呢、啊。今天加速可以给。没有，我加速够不到你，我够不到你了。我们回吧，我们回。那我回去。这个节菜，这节就是菜。哎呦，那有个很高级的节的操作。可以拿。拿。杀杀杀！狼人攻打。有 ID。哎，这里有人要开大，这里有人伤害。我这怎么强行没有伤害？哇 ，AD 出血，打不出伤害来。哇，这狼人打我，我操，年轻人。现在这个人还在被我追着跑，不要怕。他都是算减伤。哇 ，AD 自血，我刚操作失误了。可以留他，轮爷。往这来，往这来。我怎么觉得你快撑不到了？我也失落了。我没来了，我没来了，我走。666，这帅哦！金狮还是有用的吧，朋友们？对不起，小龙吧。你和我皮啊，王彪！哎，但是这个回血好像，哦，也没有回太快。你们打，我看能不能捞个炮娘。什么没闪？捞到了。哎，没钓到什么鬼。回了回了，我先回了。跳出来啊，那个，我 Q 出去了。对啊，不是这里，我 Q 出来了。可是他实际上 Q 的位置是你刚刚。有人来了，走了。再见，我操！哇，别死，你需要一个。我不太敢下了，他们三个人，两个人的话我可以救一下。我想，我原来。他近身了才开的那个，别跑掉了。哇，我们说我多肉的呢。我就是说，我以为狼人这个很肉的呀。如果狼人，多帅哦！哎，那个上路走吧，上路走吧。在这一家老小，一家老小，一家老小，一家老小。哦，头上，因为我离他最近啊。不是那不显的。可以偷了。他主，对啊，他刚刚主动开的 W， 我、哦、是。对啊，你拿我不去啊，我也不去。全程加速，凭什么他追不到我？那样偷劫，但是我再追，他能追到我，但是我。哎呀！哎，你敢输？不敢杀的。哦，没事不。我要出去。可以，骚哥直接走吧。没了。哎。啊！你在干嘛？我下路继续带，他们再追的话就骚了。这绝对是皮肤。这我操！你在干嘛？我操！我怎么不见了？我操！我操！为什么不见了？这是 OP7 上面的视频，高清。我操！邪教啊！邪教，这个给他气死了，秒哥要打出慢子。你推我在。哎呀，废物啊，王彪！我被我来了，王彪！王彪，我来了，王彪！来了，王彪！哎，这狼人有没有大动作啊？哎！救命呀、啊！我等一波技能，再见，应该没了。走吧。要。糟糕，我这什么都给你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什么都给你了。妈，你被秒了，我没办法，我被泡住了，主要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输出。还有春哥，娜美啊，我秒娜美没有用啊，刷技能啊，再秒第二。哦，我这个兄弟，这兄弟点我三。别，那个主要是上去秒了娜美，菊哥肯定死了。小豹还有复活甲，胖娘打我三枪。对，哎，我也不吃肉，我感觉我也不能先上，我可以先上，我可以先上，这个装备了，我有金身。唉。
干嘛、啊？这个装备很强的，你们不要看我这个装备。帽子都要金身。你这个法穿棒都比这，你这个法穿棒呀。你大概就是这个好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加血量。你看我，你看我身上的紫光嘛，你们看见？贼帅，贼帅，这个真的有效果。不，我们要来接一个 W。除了狂徒，毕竟还有个那个科技枪刃，科技枪刃。哎。啊不，我们要。那个，我倒是建议你真的不用看，我真的没什么用，我真的是娱乐的。漂亮。为什么？我又不要科技。你在干嘛？哇，我真服。这种纯粹就是，哎哎，嘴，你一个人别带。没说别的意思。哦，炮娘，溜了溜了。该让他死呀！我怎么变得我上马？怎么？啊！这边能走哎！复活甲了，复活甲了！哇！给我个加速，给我个加速！哎呦，我加速哪儿着？啊我啊真的厉害，我没有看着，哇、哦、你是真的厉害，到了吗，能打慢一点，我让给盖伦让他出个什么，等我出来吧，或者可以直接打小炮在下，直接打吧，我估计我扛不住这把，没事，你有金身的肉的一笔，好，对，我真不能动，咱们算手下吧，要不下不也要死，你打掉吗？我就打不掉，我打掉，我打完打不掉，那个你稍微你看吧，下午他好像也不亏，看我看我，他们要小了，我们出来赶紧拿下，人小了吗？我就可以，还有半分钟，我直播回家有那个有复活甲。你看我这个装备吗？你他妈没死过！哎，小炮来了！你他妈没死过！我直接来吧，要来拼！他们肯定在这边打，都是我的。嗯，截在上，那我们打掉吧。可以打。那不行，用小左位。完全，中路也要推，我这波没有。推吧推吧，一起，那一起推吧，我来。推吧推吧，我现在很强。等我一下，等我。他们几个辅助，我觉得可以留到 AD 就死。虽然你们等我其实没什么用，但是我可以过来耍个金身给。这波打完，哎，这波打完，如果我没死就刚好是。没打开。哦，如果死了就刚好快复活甲。好呗。太打，就结束了。对呀，就这个意思、啊。上这一波，现在十二已经上了。上路，来，金刃不让，他们辅助刚刚出来。我觉得我不能先上，我跟你这个你再上，我上一上奢侈，知道吗？我们塔墙应该塔墙不了他们，塔不了。哎，我们就让那个慢慢假的盖伦。哎呀，这样金刃回血一发，这个伤害太了。哎，我是把中路兵线带进去，你别开。好，你中路小心，别被刷。这个标我踩我是狗，好吧，这个标我踩我，哎，我中路兵线带进去了，他们肯定要回去守，对，这边加招留一留啊，我就闪了，炸了，夜之风刃多帅哦，打不动我，帅哦，哎，这个人干嘛、啊？人家有信你啊？没有啊，这个也往上去了呀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家可是有高贵的盖伦的。啊？什么高贵的盖伦？滚粗！哎、啊！杀了，这人杀了。你以为呢？啊，这个图。